你在骑马啊？怎么这样？怎么有一个人冲出来了？这个是你的朋友啊？对，他是我们班的。你们同一班啊？哇，他从上。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哇，撞到屁股了。再玩一次。你在哪里呀？耶，你坐在那边，一坐在那里，帮你照一张相。这里可以吗？哇，一爬那里很高哦。真的太高了耶！怎么有一个光头？你坐在那里要吓谁呀？有人要丢下来了。